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报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好，勾起我这陈凡来了啊！但是我很坚强啊。今天说这个书呢，牛成章哪儿人呢？江西布商，以贩布为生，贩布卖布，家大业大。这都是你们说的啊！啊，我可没说别的，家大业大，特别有钱，从小出身。贫寒，家财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24、25岁，娶了一房大奶奶，娘家姓袁，袁的叫袁氏，长得胖，袁氏袁氏吗？袁氏，你看这圆规没有？这圆规落这儿，可这边唰画圆圈。这圆就是那圆，就是圆形圆氏，跟着牛成章过，转过年来生一个老大，这是一男孩，起名叫牛忠，小孩长得漂亮，而且呢生性顽皮，特别的好看。过了两年堕胎，又生下一位小女孩，在原文上并没有表叫什么名字，咱们也不给您，我非得瞎起一名，也没有这个必要。牛成章做买卖，家资巨富，特别的有钱，全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家里边盖的房也好，那这一大片的屋脊连云呢。别说远瞧雾气昭昭，近瞧挂摇头丧。进的门来呀，那是雕梁画柱，好一派人间仙境。好地方，这成片大瓦房都是人家牛家的，这牛家家族呢也特别的大。牛成章虽然说哥是哥一个，家里边重嫂，什么叫重嫂呢？就是叔伯的嫂子，叔伯的哥哥，他们哥十几个，这一家族特别的和睦。正好赶上牛成章33岁，这年得了一场重病，甩手而去，走了，没有了。这个袁氏大奶奶带着这两个孩子牛忠跟牛忠这个小妹妹，当年牛忠12岁将近，小的呢7、8岁，可是呢给他都发送好了，都安排好了，要走了，都完了事儿。这个一会儿你牛成章找你一会儿啊，哪事儿找你，给你收留。给他发送走喽。要按人伦来说，夫君没有了，带着孩子，这两个孩子培养成人，也算是一家人家，娶妻生子，把闺女聘出去，这是大奶奶做的榜样啊。可是呢，姑爹，聊斋原文呢有8个字，叫祸产入囊，改嫁他人。什么叫祸产入囊呢？可不，加了祸底子，拿走了，布席卷而空，全卖了，布卖了还不算什么，连房也卖了。房卖了也不算什么，连地都卖了，这三样全都卖了，货产入囊，改嫁而去，全卖，什么都没剩。可是剩下这小哥俩牛忠和他的妹妹，哎，说起来你倒是把他们俩带走啊，姑爹，不带走，就扔下这儿，某村某地就给你搁到这儿了。你爱死就死，爱活就活，与我袁氏不有任何的关系。你说这人啊，各位，这心多狠呢啊！你说你把房卖了，你给剩下地，
孩子指这地活着，把这地卖了，两个孩子找个地方一存身，一吃几年大了，等大了呢，有自己的生产能力，能工作了，外边干点什么，他也能挣口吃的，连地都卖了，房卖了没地方住，地了没地方吃，你让他怎么活呀？是不是？这袁氏大奶奶就这么狠心，拿着东西找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一嫁。这小伙子长得漂亮，个儿不高，大眼睛，有双眼皮儿，胳膊长六。我可没说姓赵，我没姓赵，姓什么呢？姓刘啊，姓刘，没有没起名，就是姓刘。这袁氏大奶奶嫁过去，她姓袁的，那边姓刘啊，原来叫刘袁氏，那是。可想那大奶奶多遭恨，这是啊，刘袁氏。咱们不提这位大奶奶刘袁氏改嫁他人，单说这二位小弟兄，太不容易了。这勾起我的尘烦呢。这个，因为我父亲33岁去世了，原来我父亲也是做买卖的，牛成章是贩布的。我们家是干什么呢？北京在劲松边上一个北京氧气厂，想当年我爸爸是厂长，在那儿。结果呢，开分号要分店呢，在长城饭店吃饭喝多了，有他的司机送别的客户去了。把他拉到六里桥边上，正好那天是93年的11月29日下午6点多钟，下大雾，把他扔下了，喝多了，过了一个孔府家酒的车，想当年这孔府家酒各位听说过，拉的全是酒啊，当时没有路灯，还下大雾，这过来他就给撞了，撞那车一翻，就把我父亲这连酒啊，在缸全都泡了一块了。到时候法医验也没验出来，这到底是喝了酒呢，还是没喝酒，就不知道了。这个孔府家酒，人家赔了很少量的钱，因为你这个地方不是搁人的地方，您是马路啊，在马路中间躺了一人，而且呢，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是那会儿已经就是死了还是活着呢，就是没有迹象，发现的时候呢就已经去世了。而且我们家发现的时候呢，各位爱听这个啊，说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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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去世的时候呢，就是找了一个月才找着，一个月的时间找不着，这家里这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登报没有回信，仨人找连也没有回信，到去什么房山呐、良乡啊、涿州啊、河北啊、廊坊啊这些地方找一些就是算卦的，各位有听说过这个算卦的，我算一算这人到底哪儿去了，都算这人呢都能回来，没问题，这人准能回来，哎，全部就给你念喜歌啊，算完了这准能回来，您给多少钱呀？啊，那会儿就是一头二百的就给他们了，要搁那会儿93年一头二百也叫钱，是。结果到哪儿啊？到涿州，涿州有一个地方啊叫南蔡村，有这么一位老太太，鹤发童颜。当年我小时候，我带着我去的时候呢，因为带一个亲生饲养的人呢，他得按着这孩子看着来算。这老太太呢，手里拿一算，说我这个生辰八字算谁？我说算我父亲去哪儿了，拿一算盘打，一五一十打过来打过来打过去。然后他说没事了，这人再有几天就找着了，没什么大事，我还挺高兴。那会儿呢是我叔叔带我去的，还有别的人，我们几个人去的，开着车。我出了门，人家这把我叔叔叫到了，说您是跟那个，这是我侄子，那这个找人呢，这是我三哥，我父亲行三，你让我俩大爷。不瞒您说，别费劲了，这人早就没了，
说早就没有了，到现在啊都20多天了都没找着。这就是仗着冬天天冷，要搁夏天这人都完都肯定臭了。这就说那怎么办呢？您呢，我告诉您，再过几天就能找着，您不用着急，有人找您去。因为这个人呢待这个地方现在来说虽然说没有了，可是呢他待这个地方特别的特殊，一般人发现不了，而且这个地方是正规的地方，他不会尸体不会腐烂的。好吧，这就放下了。回家去呢有一个星期，那年我上初一，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有人打电话了，说有这么回事，我们看你登报啊，在一个缝边上发现你们家的电话号码的，说我们这儿有一人，您看看是不是。说您这在哪儿啊？我们想的是什么呀，正规的什么殡仪馆呢，火葬场呢，是这个地方。不是，你们都万万想不到，哪儿？永定河大堤里边。不是，大堤里边啊，人家建了一冷库，这冷库是放什么的呢？是放瓜果梨桃的，就是放所有东西，瓜果梨桃啊，带鱼啊，肉类放这个的，也不知道怎么把它拉到那儿去了，而且特别不知谁拉的，拉那儿去呢，也不知谁放的，也没有登记，在一个黄色跟黑色两层这个塑料袋包起来，把这人包起来了，不知道后来他们清理仓库，在这角的地方发现有这么一人。相貌特征跟我这父亲是完全相符，结果我们家人就去了，因为这永定河大堤，我们家老家住在庞各庄，就产西瓜那儿，离这永定河大堤开车15分钟就到，到那儿去了，打开这袋子一看，果不其然就认出了是我父亲，他那儿把他拉到大兴殡仪馆才找着了。到底是怎么去世的，反正孔府家里的车把他套在那儿了，谁害的，谁把他搁在那儿的，他的包在哪儿，手机那会儿大哥大在哪儿， BB 机在哪儿，银行的存款在哪儿，这都是不知道的，到现在都没有。那会儿呢等他们公司，这事我们就去了公司，就拿回一个黑的一个皮包来，这皮包里边有一杆圆珠笔，有一块手表，是我父亲常年戴的皮带的手表，一个黑块长形的，就这两件东西，剩下的一无所有，到现在这个案都没有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给他扔那儿的，什么人暗害他。就在这一个月当中，每天晚上都有人往我们家打电话，叫我父亲的名字，这个还活着呢吗，就每天就张嘴这句话，也不知这个出处在哪儿。那会儿想查那个电话号码啊也找不着，不跟现在是来电显示，那会儿没有这么发达，说这人还活着呢，就这句话，对，您是哪一位，这句话每天都打这个电话。后面上次说打电话是说那个这人死死了吧还怎么着来的，就是就是说也不知道是害死的还是怎么着。哎，贺明说我们家呀，对，贺明上次讲八仙传的时候说这事儿，是说我们家的，对，那有可能，有可能呢，贺明去我们家的时候呢就是聊起来说这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不隐晦，这些年了呢这个事儿呢一般的时候呢我跟几个人说过这个事情，过这么多年了，都10多年了，这个就跟书似的，无巧不成书，屋漏又逢连阴雨。你拿我来说吧，你这个他这个原是祸产入囊，改嫁而去，剩下俩孩子牛忠跟他妹妹，俩人自己过，要饭要吃，这是他。我呢比他还好一点，因为什么呢，人家是祸产入囊改嫁而去，我母亲正好我父亲去世10年头上，
我父亲是11月29号当天那天去世的，我母亲是12月4号差3-4天病倒的。这一个命啊可太厉害了，我都没听说过。打我们大兴区医院跟宣武医院，他是治这个神经内科的，就是建院以来基本上能存活下来的就等于零。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这个主干堵塞，他等于也是脑血栓的一种。脑血栓的一种呢特别厉害，一般的都是半身，说这半拉不能动，说这半拉能动吗？这半拉不动，这半拉能动吗？他这估计他这个后边主干就跟那大树似的，说你拴着左巴这针右针能晃，拴着右巴这针左能动，他这拴着树根了。各位这个可要了命了，可千千万万别有病。这拴着树根了到什么程度啊？除了眼睛能动，剩下没有一个地方能动的，什么都不会动了。舌头也不会动，眼皮也不会动。眼皮开始的一个月呢就已经就下了，每天都下3-4张病危通知书，而且每一天的这个药费啊都达到将近10000元，特别的严重。就这人呢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知觉，除了有一口气儿，剩下什么都不知道。在半个月的时间才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一个月的时间才能睁开眼，然后呢慢慢吃流食。像昨天青阳给我送那鸽子来，我还跟他说呢，我说您就念知根吧。什么叫知根呢？就是文言土话的事啊，就是很好了已经，是不是？你这能吃能喝能走能动能说话，对于病人来讲这是很美好的事情。这个你像我母亲这个那就躺在那儿，基本就6年的时间，每天都得去照顾他。我请了一位阿姨，每天去给他什么特，什么都不可以，什么事情都不行，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得人去帮他办理。这是，你看这袁氏人家改嫁他人，人家享福去了，你到那边没准还能说个水浒什么的，是吧？这个我母亲这个就不行了。咱们再拉回来，也别说我们家的事儿了，那咱说他们家这苦，我们比他们家好。为什么好呢？我们赶新社会了，是不是？是不是新社会呀、啊？我们赶的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呢，三个代表嘛，是不是？读书去了，讲话，百花齐放啊，对不对？我们赶上好时代了，我们得念共产党的好啊。对不对？现在没有要饭的呀，你没坐过地铁是吧？我们都是假的。咱俩有一奥运会，当真的。莫谈国事啊，莫谈国事，咱还说聊斋啊。那是旧社会，旧社会怎么赶得上现在的新社会？旧社会，你看我说聊斋有个手机伴奏，是不是？没关系，踏踏实实的啊。旧社会。吃不上喝不上，这牛中带着这个妹妹去要着吃的，每天东家去讨西家去诉，住在庙里边。我刚才跟您说了，牛成章哥们多，没有亲哥们，全是叔白的兄弟。有一个重嫂，叔白的嫂子，牛中呢管这叔白嫂子呢叫大妈。这大妈今年也60出头了，把俩孩子叫过来，看见你们俩孩子我想起你父亲，你父亲是个大大的好人呢，33岁去世，太可惜了。哎，我想起他们，看见你们我心里难受，天天这么俩孩子，俩人加起来不到20岁，天天去要的饭我看着烟心。这么得了，我带着你们去要，虽然说就我孤老婆子一个人，我家里也没有隔宿之粮，我想管你们，我想给你们吃好的穿好的，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只能我尽我这微薄之力带着你去要饭，别的不恨，就单恨你的妈呀啊！怎么那么狠心呢？爷们儿死了，你照顾俩孩子怕什么的啊？愣把家产全卖了，房子卖了，地卖了，愣走了，这不是抱来的这俩孩子，是你亲生饲养的呀，娘肠子爬出来的呀，这又不是外人的，你怎么就那么狠心呢啊？说到这儿，这三个人是抱头痛哭啊。这重嫂，就这老太太带俩孩子来回的要饭，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慢慢这么要，这牛中长得十五六岁，这小个儿的姑娘也慢慢的大起来了，也个十二三岁也都长起来了。这位重嫂就他这牛中的这位叔伯大妈也给累死了。您要说起来要饭，那不是挺简单的吗？到门口大爷大奶奶您给来点儿，我们穷没有饭吃，您给我们点儿，这很简单。那个社会不是这样，因为什么呢？旧社会穷人一般吃不上饭，是不是？现在咱们这随便吃，现在你看我这摸吃的都自然灾害了，你再看这边都看不得了都啊，是不是？那个社会不是咱们现在想象的。今天听书的这些，有堂客，有官客。我看也就是二十多岁，咱们这个岁数都是差不多的，甭说你好吧，这都九零后还是？你看，我这八零后，我这不算同志八零后啊，你也八零后是吧？你也八零后，我没问您的啊，就说呀，现在的咱们改的这个新社会了，多好啊！那会儿要饭，人要不给呀、啊？您光说好听的，大爷大奶您给点儿不行。您叫爹雷砖，哎，这也不行、啊。您来一个，说的是，这也不行啊，这个他不给呀、啊。您这挂地挂挂地挂，这也不行、啊。那个年代他饿呀，那年代不光是吃的吃不上饿，人也饿，人心坏。不过现在咱们新社会，咱说这人心大大的都坏了。那个年代的坏人是什么时候都有。吃不上喝不上，还有边的小孩看不上这哥俩的，你看看，这就是爹死了娘嫁人，别搭理他，为什么呀？克父母，晦气，这是您有体会吗？啊，这晦气吗？不愿意跟他玩，小哥们小姐们在一块儿，谁不愿意三五知己一块儿家里边吃点饭？玩个玩具，这多好啊！这两个穿的破衣啰嗦，脸也没人洗，这头发都擀了粘了。这衣服，打大前年，打头五年前就穿这身衣裳，没洗过，到现在还是这身衣服。您琢磨琢磨，这能什么模样？牛中啊，男孩还可以，还小姑娘呢。你琢磨这小姑娘。都十三四岁了，这衣服穿了四五年没人洗，也没怎么洗过澡，那得什么模样呢？啊，带着他去要饭，牛中一想呢，这也不是常事儿啊。我带着他去，我是个男孩子，过几年我还要饭都可以，可是我这个妹妹不行，这说话就长大成人了。我带着她要饭，她不方便呀，她是个女的呀。哎，她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在这个牛成章活着的时候，给这个小姑娘定了一娃娃亲，就是搁那么几里的地方有一个村毛家庄，叫毛太公，有这么一独生子。跟他这小姑娘岁数差不多，哎，我想起来，我去找这毛太公去。万一人家要认下这门亲事来，还甭说我这个妹妹到毛家是大奶奶，甭是大奶奶，就算个丫鬟，使唤的丫鬟，她也比我要饭强啊，穿的戴的使的用的，最起码能吃上能喝上呢。
就是这主意。这就是去了这毛家庄，找了这个毛太公，跟他说他们这经历。毛太公一听呢，哎呀，虽然咱们隔这么几里的路，你们家这个事情我都没听说呀。我这个没见面的亲家这就去世了，都去世这么多年没听说，而且你母亲改嫁这事儿我们也没得到消息呀。这么得了，你呀把你这个妹妹叫过来我看看，如果我看看可以行，还算我的儿媳妇儿，嘿，太好了。哎，我跟您这么说，太公还别说成您的儿媳妇儿，她就是您在您府里当个丫鬟，我们家也乐意，那是她的造化呀。好，你别说了，你把她叫来吧。就把她这妹妹叫到跟前儿，这毛太公一看她，你还别说，你虽然这么要饭，有几分姿色，她正是岁数的，十五六岁大姑娘，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啊，小白眼儿，虽然说有那么四五年没洗脸，哪儿留圆了这夏天他出汗呢，他出汗拿手这一擦，他也显得那么白净啊。这么个样子呀、啊、哎呀，行，可以，这个这门亲戚啊我认下了。牛忠一听啊，打心眼里往外那么高兴，哎呀，我太谢谢您了，哎呀，我这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可是有一劫呀、啊、这个儿媳妇儿我是认下了，按说起来老理儿，还别说老理儿，现在的新理儿得有嫁妆吧，你们家是不是得出点嫁妆？刘忠一听呢，这心凉了半截儿。我跟您这么说，毛太公，嫁妆啊，我跟您转一句文言，弟媳就没有。什么叫弟媳？打我生下来就没有嫁妆，没有啊！哎，得，也别说了，就你们两个孩子算是孤儿了。我呢，毛家娶儿媳妇儿，你们牛家聘姑娘，这算一档子事儿。打我这儿给你办，所有的一应事务都是我花钱。刘忠，太好了，您是大大的好人，择选良辰吉日，就给这个毛家这个公子跟牛家这个姑娘就结了婚了。结了婚之后，这小两口过得别提多好了，十分的恩爱。哎呀，过了些日子，俩人聊起他这位大哥牛忠来了。我跟您商量啊，商量什么呀？你看咱俩结婚这么多日子了，我这跟了您了，我有口饱饭吃。您看我这大哥牛忠还要着吃吗？这好说不好听啊，我嫁给你们，这就算毛家大奶奶了。我有这么一位大哥，你有这么一位大舅哥，还在要着吃呢，与咱们俩脸上无光啊，那怎么办呢？您呀、啊、我不理，咱们家不是有钱吗，您呐、啊、点点散碎的银子给他，让他做个小买卖，或者是干点别的，能挣点钱养活自己，到时候再娶个嫂子，这也算一家人家。对于您来说呢，这是微薄之力，对于我们家来说，您这就算大恩大德。嗨，你提不到这个，咱们俩既然是两口子了，就不要说这客气话。那好吧，拿点散碎银子把大哥叫来，这是我给您的，大舅哥，您拿这个您干点买卖。我问问您，您打算干点什么呀？干点什么？哎，你别干这牛忠，东家去讨西家去要，要来的当时吃可以，那都是饭食，真空着手到这儿来，人家给银子你拿手这一接，他心里他也不落人，为人都有脸的树有皮呀、啊、
平白无故的为什么拿人家这点钱呢？是不是每人都有一双手，不能在城里吃闲饭呢？他这所以这个他脸腾就红了。我能干什么呀？想当年我父亲牛成章活的时候啊，他是倒布的，卖布的，卖布的，我也想卖卖布。您看看这行吗？哎，大舅哥，你还别说，您这主意不错，这算子承父业呀。可是有一节，卖布你会吆喝吗？哦哦，那个吆喝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吆喝的。你知道？那什么白布、黑布，后边尤其让线那点儿，对，可太好了。这么着，您说到这儿了，那我卖布，你卖布，您会？你还别说，我还真会。真会，这么你给来的怎么样？好，好。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啊、给腰哪叫黑布哪叫白布哪叫让件一听嘿真不错你看腰我真好真好听哎呀您就干这个了可以拿着这弟弟给的这钱找牛成章活的时候这哥哥兄弟跟他们不错的现在还卖着布做这卖布的经营找他们来了没别的各位伯伯叔叔大爷我父亲去世了我这儿有点银子我也十七八岁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做这卖布的生意您看行不行我虽然不会各位老几位我这儿谢谢您了您带着我这老几位一听啊嘿看看这孩子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兄弟牛成章来了不易呀 啊我也听说你们家的遭遇了可是你们俩孩子谁算的疼的谁算的热的呀啊现在这社会你还不明白吗人走茶凉了你父亲去世了母亲没有了剩你们俩孩子现在谁都扶那旗杆哪个扶井绳啊是不是这人心都坏了既然你长大成人了以前我没有帮助你赶到现在没别的我们哥几个能帮助你的尽量帮助你好雇下一架大船随着船买了一些布直奔北方这就来了走了一半再打着江面上参观这个江水呀哎呀真好啊层层的波浪好那真是风吹水面层层浪好牛中说我给你对个下理儿雨打沙滩万点坑哎这不对差一个字啊这个他比我还懂呢这个说着说着连说带闹走到一半了无巧不成书碰了一个天大的好事这对牛忠来说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天大好事遇见贼了我遇见贼了怎么办呢这几个人拿着杆啪啪啪啪挨个都给捅到江里去了这大船一扬风帆这贼这水贼驾大船跟边小船迎风破浪而去这几个人那几个扑通扑通翻翻落水都追着牛张扎而去了一个没剩就剩这牛忠碰了一个小木筏趴在木筏上趴了三天三夜这才到了岸边下来一看这衣服呀啊里边的小褂都刮了一条一条的外边原来说有一大厂子就跟咱们现在大褂似的那会儿是胚的也是一条都给拉成这样的我这个啊把它吓得拧拧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啊我从小丧父我母亲改嫁而去我带着我妹妹天天要着吃好不容易给了点钱我卖这布走到中间这儿让水贼给我劫了您看我这身有心死吧
不能死。为什么呀？我得回去告诉我妹妹一声啊！啊，我平白无故，我有什么罪过我就死了？我凭什么死？我这若杀了人放了火了，我死也行。人家把我抢了，凭什么我死啊？我不死，我呀还活着。后来一想啊，我不还一妹妹呢吗？我还一妹夫呢。虽然给我点钱，我就让水贼抢了，我再回去管他们要点儿，这也是好的呀。就是这主意。坐了会儿，把这衣服脱下来都拧干了，重新披上，那是凉啊。走吧，回去。也不知在哪儿这地方，走了有那么七八里的路程，看一个大村庄、大镇店，特别大，非常的繁华。哎，一看前面挂着幌子，当铺，当铺，要不我活动活动？那吆喝我就不吆喝了。我把我这身衣服当了，我先吃俩烧饼，我先解解，我这饿呀。就是这主意。进了门一看，这栏柜特别的高啊。再看这位当行，这位头柜，穿着衣服，长袍马褂，拿着烟袋，一瞅，我什么的？我呀，当衣服哦。什么衣服？把这衣服脱下来，看看这个，大厂一脱，往上一递，蓝贵高哦。这衣服叫什么名字？这个呀，一看，这都一条一条的呀。我这叫日月龙凤袄。好，好名字，好名字，好名字，先搁在边上，宝贝儿。还有别的衣服吗？把小褂一脱，一看这一条条跟墩布似的，当这个，这叫什么名字？这个呀，这叫满天星。这个，好名字，满天星。我看你就够满天星的，都漏了这个，当多少？是我，您琢磨这是两件宝贝呀，这是日月龙凤袄跟满天星呢，这都是太极先锋的东西，这个法宝啊。他一琢磨，这就当了吧，当多少？干脆呀，您给100个铜子，100个铜子，干脆不要不要，当了，猜不着，猜不着，当了。100块钱拿过来，拿着这钱到了这烧饼铺，100块钱。您这烧饼卖多少钱一个呀？5块钱一个。哦，100块钱啊，是5块钱一个，20个是吧？可能是20个，肯定二十，肯定二十个，20个是吧？您这个买一次。不买一送一啊！您这个不带芝麻的火烧多少钱一个呀？1文钱一个。五花，1个老钱一个。好，1个老钱一个。我这100块钱能买100个，我搁在兜子里边，我估计我能从这儿走回江西去。是这个。我呀，先来俩，您给我来俩怎么样？好，搁这儿。光是这个吗？那不光是，您给我来点凉水怎么样？别就凉水呀，火着烧嘛，吃点就凉水的呀。那得就什么呀？那得就烧羊肉、炖羊肉啊，烤羊肉、煨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啊。那样的，不，我哪有钱呢？我没有钱呢，没钱，光喝凉水呀，就来点凉水吧。牛忠拿着俩火烧，拿着一杯凉水，走到门口这儿，往这儿一蹲，一边嚼着这个，一边喝凉水，这心里边不是滋味。让各位想，人在备难之时，犹在他乡啊，那是何其存身的心里边怎么个心情啊？特别难受。就在这会儿，一边吃一边掉眼泪，一边喝凉水，猛一抬头。一看斜对面这当铺门口这儿，哎，
刚才我出来的时候这儿没人，这么会儿怎么坐一人呢？再看门口挂着幌，黄底下有一躺椅，躺椅上坐了一人，这人看着身高得有60开外，方面大耳，大眼睛，双眼皮儿，挺胖的身子。哎，这人怎么这么像我爸爸呀？就是，我认家，我到那儿认家，管他叫爸爸。不行，我这一喊爸爸，这屋里人都得答应。我不行，不行，我不能。我问问去，这烧饼啊，这火烧我也不吃了。回过头来，进了这烧饼铺，问这掌柜的，掌柜的，问您点事儿，什么事情啊？您看看对面那当铺门口有一人，那是谁呀？哦，那人，那人上当铺的掌柜的呀。掌柜的，我再问问您，他姓什么呀？他可能是姓牛。姓牛，姓牛叫什么呀？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人家姓什么与你何干呢？不是我呀，就问他叫什么。我看着这人眼熟，好像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哎，他可能叫牛成章。什么？牛成章？嘿，好，哪儿人呢？可能是江西人。掌柜的，给我切2斤那炖牛肉。一会儿一会儿给你付钱啊。这孩子要疯是怎么着啊？不是，你先别切这个，那是什么呀？他想说呀、啊、那是我爸，他没敢说。为什么呀？大街上没有下认这个的。你认个朋友，那是我媳妇儿就行。姐们别走，那是我爸爸。大街上好几千人在一块儿搭着呢。哎呀，别切，这个，哎呀，这人看那么眼熟啊！你呀，去，没事，出去。啊，我告诉你，掌柜的，一会儿我就回来，一会儿我就吃那炖羊肉、涮肉、烤肉、喂羊肉来，我啊，你先吃你那个火烧，那火烧去吧啊！你还吃这个？这火烧我不吃了，这火烧啊，我告诉你，这火烧。从今往后，我就拿它当板打了，我就啊，我就拿这打的接着要饭了，我。别瞎说，去，出去，给轰出去，把这俩半拉火烧捏在兜里边。二次又进了当铺子，这回进去挺胸抬头，沉，特别深沉。这个刘贵一看，嚯！又进了一个是，哎，还不是那人吗？哎，你怎么又来了？啊，刚才日月龙凤老是你当的，是我当的呀。你怎么又来了？吴半斤说呀，我呀，跟您打听个人，谁呀？就门口现在坐着那位。啊，那位呀，那位是谁？那是我们掌柜的呀。你们掌柜的是不是姓牛啊？啊，对呀，是姓牛啊。是不是叫牛成章啊？对，是牛成章。是江西的人吗？哎，你怎么知道是江西的人呢？哈哈，我不瞒你说，我跟他认识。你们俩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他为什么不敢说呢？他说那是我爸爸。这头不敢说，我还是你爸爸呢，我、哎、是不是？他不能瞎认，他得问词的时候再说。我跟您这么说了，我求您个人情，说什么事儿啊？我呀，在他乡赶到这儿了，正好困在这儿，我想在您这儿呢学徒，您看行不行呢？当个小伙计倒没问题，可是你得守我们这行的规矩，而且呢，你当伙计不给钱，只管饭，可以呀。您只要管饭，我不要钱。可是到我们这当行，当了东西，你这手可不能粘。什么叫手粘呢？就是偷东西，这可不行。你呀，
不能偷东西，不能懒，每天做活都得认真，每天都得听我们的，我们说什么是什么呀？那没问题，那太好了。我呀，带你去见你们掌柜的，如果掌柜的看上你留下了，咱们签个字据，你打今天起就算我们这当行的学徒了。好好好好。出了门，这头柜带着这牛钟来这大个儿面前了。掌柜的，这儿招一个学徒的，您看看呀。再看这牛成章啊，坐这躺椅上，扇着折扇，眯缝的眼睛，边上拿一小茶壶，哎，挺五派头。这个哪儿呢？就在这儿，您睁眼瞧瞧。现在牛成章坐起来，一回脸一瞧，哟，这看着怎么抓眼熟啊？哎，来来，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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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大了？啊，我今年18了。哪儿的人呢？江西某县某地。哦，江西某县某地。你姓什么呀？我姓牛，姓牛。叫什么呀？我叫牛忠。牛忠，嗯，这名字听得耳熟。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有爹妈，有妹妹。他可没敢说没有。有爹妈，有妹妹。你父亲叫什么呀？我父亲姓牛。叫什么呀？叫牛成章。哎，给头回赶紧来，你打住打住啊！我们掌柜叫牛成章，你父亲叫牛成章。哎，别拦别拦，他父亲叫牛成章，我也叫牛成章。此牛成章非彼牛成章，那不一样吗？你母亲呢？我母亲袁氏。哦，袁氏。你父亲怎么样啊？我父亲他想说死，可是他一琢磨，我父亲死了，这对面这人是谁呀？他6年前，他出外做商，至今未归。哦，出外做商，至今未归。你母亲呢？我母亲改嫁他人了。那你的妹妹呢？我妹妹已经结婚，嫁到毛家。哦，孩儿啊孩儿啊，你母亲姓袁，你还有一妹妹，你今年18，你叫牛忠。要这么一说，你是我的儿子呀？什么？我是您的儿子？带着那头柜跟这小伙子往后退一步。呦呵呦呵，少爷来了。哎呦，少爷您累了吧您啊，快给少爷搬凳了搬凳了。这就不一样了。哎呀，没想到啊，我走了6年，家里有这么大的变化吗？哎，不瞒您说呀，变化太大了。我的母亲改嫁他人，什么都没给我留下。我们小哥俩要没有我们这叔伯大妈，要没有您这重嫂，我们小男女要葬身沟渠呀。哎，恨你，太可恨了啊。我走6年咱不说，你那母亲怎么这样的心狠呢？你们哥俩那不是抱的呀，那是亲生饲养啊！怎么那么狠心？我走喽，就把你们抛下，他愣改嫁他人呢？啊！说到这儿，这爷俩放声痛哭，哭完了心里还高兴了。这是我的儿子刘忠祥，这是我的爸。哎，太难得了，他乡遇亲人呢，没想到的好事。这牛成章一想，你是我的儿子，我就是您的儿子呀，没错啊。
可是你是我儿子，想当年我迈步有吆喝你会吗？那吆喝我还真会，你给来两句呀，我听听。这太长了，您换一个吧，换一个。哎，原来我还捣过旧衣服卖布呢，这你会吗？哎，这我会，我给您来的怎么样？太好了，拿过来啊。拿过来这块布艺，这块布一拍，这一件那个皮袄啊，原来是当儿的，不错，细溜儿黑呀，补了段的面子吧，不错。翻过来看个理儿，皮的三道弯，上面青，下面白，底下黄，起个名字叫三阳开泰的的，不错。不错，去睡觉，雪地里去冲刺儿去吧，怎么就会忘了冷了？飘暖和，把你给冻停了，再冻死就冻死了。嗨，好，不错，会吆喝这个的都是我儿子。这个，哎呀，好好好，你就是我儿子吗？太好了，把他叫到屋里来去，来来来来，屋里换出来，这个。叫娘，哎，这怎么叫娘啊？不瞒你说，孩子，我呀离家六年，在这儿又娶了个媳妇。您看看，这牛中上面一看，嘿，我这个妈可比我那个妈要好看。你看我那个妈，大高个儿，大眼睛，大脸盘子，说水浒啊，还说水浒。那模样跟那加菲猫似的。你再看我这个妈，小巧玲珑，个头不高，有点中分，还带偏分，大眼睛双眼皮儿，一米六几的个头，真好看。妈呀，您贵姓啊？我姓赵啊。好，别别别，我的妈还真好。哎呀，我这妈就爱说闹洋臭啊。哎呀妈呀，自此这三口人过日子。可是牛成章每天想起来我那不贤良的妻子袁氏，心里边就恨得慌。有一天把这媳妇赵氏跟牛忠叫到跟前儿，我跟你们说说，我得走两天，我你要干什么去呀？我要去找我那先妻，找袁氏去，我不能放过他。我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狠的心，抛下两个小男女啊，你改嫁他人。我要到底为什么这个。好吧，说到这儿，把家的家人院工，包括前面头柜二柜三柜四柜都叫过来，把牛忠叫过来，各位看我了，这就是少掌柜的。我现在走，如果我回来我还是掌柜的，如果我要回不来，各位拜托，我这个买卖就归了牛忠了，他就是大掌柜的了。如此谢过这些人，转身而去。他转身走了，这牛忠啊进他妈这房间了，接着这赵氏，妈呀，我得跟您说件事情啊。孩儿，什么事儿啊？这个您是跟我爸怎么认识的？他就是六年前来此经商，干了这个当铺，花钱把我娶进来的呀。我是此地的人呢，可是有一点我不得不跟您说呀。什么事情啊？六年前我那父亲牛成章他已经死了。什么？死了？他死了跟我过六年的你这位父亲牛成章他是何人呢？我也纳闷呢，他死的时候我已经记事情了，我打的分，我报的卦，我给送到坟地埋起来的呀。
确实死，坟地现在我们家呢，他怎么会在这儿又出来了呢？哟，这可奇了怪了，俩人这个脸面如土灰，越想这个事情越害怕。正在这个时候，可了得，就听外哗乱了套，头道门二道门没开，外面一阵风似的刷进俩人，再一看，哟，这是我父亲吗？牛成章，再一看牛成章，短衣襟小打扮，脸铁青色，头发都立立着，这只手攥了一个人，再看那个人胖大的身子，大脑袋大仓库，大眼睛，披散着头发，满脸是血，抓着这个人一边走一边骂，我骂你个忘恩无义的鼠辈，弃我二小不顾，你葬身沟渠，我恨也。再一看这位一抬头看牛忠了，哎呀，牛忠，我儿，快来救为娘啊！不是外人，正是那说水浒的袁氏。哎呀，快来救救娘吧！牛忠一看是自己的妈，紧跑了几步，哭通跪在二老跟前：“爹呀，爹，放过我的娘吧！她纵有罪过，也不至于如此啊！”孩儿，起来起来，自此以后的家产都归你所用，你就是掌柜的了。爹，我回去把你这个不贤良的娘射了来，就为给大家观看。说话从四面唰一阵阴风，出两帮鬼魂的。两帮鬼魂有牛头有马面，有长舌，有短舌，有大眼睛，有没眼的。这一群人再看周围，唰，地底下又冒出一帮人来。这帮人是头贵、二贵、三贵、四贵，这帮都在跟前。我告诉你们，我身在鬼班六年，没想到我在此能碰见我儿牛忠啊！自此之后，我带着袁氏下到地狱，不准他再重生。各位，看我的面子，好好的侍奉我儿牛忠。啪，这一抬腿，一伸手，攥着不祥的袁氏给我走。说话一阵黑风唰飘扬而去。自此，牛忠接管了他爸爸牛成章这个当铺，经营的特别好。牛忠为人也特别好，生性善良，活到100岁无疾而终。什么叫无疾而终呢？就没有病，活到100岁，人称神人，边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与他往来。这正是江西富商牛成章，33